鼓声在部落响着，像金黄的稻穗摇曳，欢欣丰收的一季。在花莲静浦部落，一位部落族人吴定回乡从事生态农作，用坚毅的精神希望换回部落的农耕传统。花莲静浦部落族人吴定原本是一位离乡的部落艺术家，在城市从事古乐教学、演出以及艺术创作，但是部落的抗争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哎呀，这个地是我们的，这个地是我们的。哎呀，大哥，大哥，这边是国有。那花莲县政府的67项方案当中，非常多的案子都建筑在部落的传统领域上面，包含了山海剧场，包含了泰鲁阁剧场。国际赛车场，通通都是在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阿美族、泰鲁格族。东部的观光开发，阿美部落的传统领域不断的流失。吴定参与抗争，直到自己的故乡静浦部落也面临开发，让他决定回到故乡，实践照顾土地的心愿。同样是糯米，它是圆糯米，对，它是白色的，它是红糯米。你看他自己自然活下去，他的那个梗很有韧性。对，他这个是圆的，你看他这个是圆的，对，他是圆的，你看他这是扁的呢。吴定回到部落之后，重新整理家族的梯田，复耕荒废多年的农地。他在稻米种植之外，找到了部落过去种植的红糯米，希望可以寻回农作和部落的文化连结。糯米来讲的话，在部落是一个，在庆典的时候啊，做一些招待朋友啦，招待宾客啦，这些一些食物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做酿酒的部分。静浦部落就位于秀姑峦溪的出海口，原本也是一个农耕的部落，但是观光的发展让留乡的部落族人越来越少从事农耕，田区不断的废弃，让吴定感叹，部落的丰年祭有欢庆丰收的意义，但是到了现今，有着盛大的祭典，却是很少的收成。部落已经有休耕啊，然后稻田就不做，然后就摆着，然后他也没有收成这样子，可是部落还是办这个丰年祭的一个活动。回到故乡，选择回归农耕，除了照顾土地，更有着恢复传统的意义。但是生态农作是一门新技术，吴定一切都要从头学习。他寻求协助，尝试了各种友善土地的生态农法。说这边可以做一个绿林的一个植物。烟草或还是米糠、啊、在花莲农改场的协助下，他在田埂上种植绿篱，希望能够引来昆虫，达成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方式，就增加多样性嘛。因为有一些可能我们在他长期操作下，有一些有益昆虫会比较少，像会寄生性的啊，捕食性会比较少。对对对，所以我们做这些就是可以变成一个好像那些有益昆虫的栖所，然后让他们可以继续有繁衍下去，然后它田间就自身就有那些有益昆虫在，就不需要还要再额外用什么资材啊，或是甚至是以前惯性说的农药去做防治这样子。从事生态农作，吴定挑选了最困难的方式，
他不止不施作化肥，不使用农药，从事友善环境的生态农作，还透过选种育苗来达成农民保种与优化稻种的目的。在稻穗饱满的时刻，他开始挑选最优秀的稻子作为下一季耕作的稻种。我们现在看那么多的这个稻穗在这边哈，你看都差不多都一样，但是我们要看的选的就是我们看它的那个饱满度，哦，就像这一根哦，我就一次就把它抓到了，它这一根又粗，你看它这个稻杆又粗，然后它这个又饱满这样子，你看又饱满，对，又饱满这样，对，它没有一个空，人家讲的空包蛋，对，所以我要选种的就是这个。净浦部落的水梯田紧邻着游客众多的北回归线纪念碑，背靠着青绿的海岸山脉，面对着蔚蓝的太平洋。在美丽的地景背后，有着无奈的苦恼，因为在丰富的自然生态中，却有野猪不时到田区肆虐。这里看到这个田里面哈，你看到一窟一窟这样子被凹起来的，就是被山猪，山猪在这边滚来滚去的地方，对，他不知道他来这边是。可能是，因为现在夏天了，他来这边，那时候这边水是很多的，然后可能在这边打滚了，去消暑。把牛拉过去吧。为了防范山猪，他在田边绑上红线，在田里插起竹竿，希望用惊扰的方式让山猪不要来撒野。他是说他看到那个线他就会怕了，那是真的假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是这样子下来有一点效果就第二次我来的时候第二次他不是从这边了，反而他走那个没有拉过线的地方进去。吴定从事农耕，最支持他的人就是他的伙伴本奈，但是因为他有工作，只能够在假日的时间到田里来帮忙。因为我平常要工作嘛，所以我最常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是两天的时间都会在这边这样子。然后那平日的话，有时像这样比较早的时候，也会稍微过来看一下。然后主要就不是做早，平常一早我可能就是拍照做记录，然后我就去上班这样子。在广大的水梯田里，邻居的田地全部都休耕，田区里总是吴定一个人孤单的身影。三年来，他坚持着理念，要凸显部落土地的意义。他其实就我觉得，如果他就是三年前，如果那个伊娜没有过世的话，他应该还是会继续在部落都市，就是做他的表演艺术工作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刚好就是遇到上海剧场，然后又遇到就是伊娜过世，然后家里就没有人，然后所以他就是我觉得他一方面种田是有一种就是我就是回来种给你们看，就是要从土地出发。渐渐的，吴定的信念被了解，陆续有访客来拜访，田区里不再是孤单的身影。我们可以走到前面，你看，小心碰到他哦，要小心碰到他哦。你看哪里？这个都是被破坏掉的。所以现在要拔。对，拔。他带着孩子拔除空心的稻穗，告诉孩子们有关部落土地的故事。他希望田地能够成为田野学校，让更多部落孩童知道丰收的农地不是代收的荒田，学习到守护土地的重要。
更期待的不是有多少外面的人来，就是我能够找部落的孩子们来做，就是我就会找部落的小孩来做，就是蜂蜜国中的老师也会带他们国中的学生就是来这边，对啊，照顾这块田。因为这些原住民他们吸收过老人家的一些传统，但他们也知道有些惯性的这些不好，然后有到外面去再回来的都是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些认同，然后对自己的家乡的环境要保存要爱护，有这样子的心再出去种的时候，那个种就不是纯粹的一种叫做农业，我觉得那个是跟土地的扎根的。东海岸然而山剧场是知名的部落艺术团体，数度受邀到国际演出，今年在静浦部落举办了生活营队，训练参与的学员从部落的生活中感受艺术的本质。我一直希望就是先以民众剧场，所谓的民众剧场英文叫做 People Theater， 那个很有社会的议题，政治的议题，或是在排练当中都是集体，然后自在自由的，即兴创作，然后到最后再凝聚成一个很切身到主题的这样演出。吴定长期参与剧场的演出，在部落农耕的时光，他还是持续着艺术行动的参与，协助生活营队，同时也介绍部落的生态耕作。我不撒肥料，我不撒任何的一个化学的那个原料去伤害这个土地，我用阳光、水，就这样子，这么简单。就这样子可以把植物长得很好。从育种、插秧、除草、防虫、驱赶山猪到收成，漫漫光阴，一步步照顾农作。看着稻穗金黄饱满，等待丰收，但是在东海岸，台风一来就可能全部化为乌有。因为台风快到了哈，那我现在就是说，先把台风前的那个还没有收割的，我们先把它收起来，就直接打谷。那我预计就用晒米的那个。方式去做这样子。在台风来临前，吴定忙着收割，老麦的收割机却是常常故障，于是从白天收割到夜晚，在广大的田区响着收割的声音。努力的耕作，收获一批批的生态稻作，证明部落土地的价值。但是他更希望能够影响族人一起从事友善农耕，不要再以农药来伤害环境。农会啦，或者是乡公所啦，说什么要检查这个地，要喷洒农药不理休耕，对。你不出草，他不理休耕，这种情形他就有压力，然后就开始，傻了。然后我一看，哇，不对劲，完了，对啊，他就傻了。看着吴定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回乡辛勤的劳动，本奈知道他的坚持，也支持生态农作保护环境的意义。对于每一批收获的稻作，都看作是充满意义的友爱认证。就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什么保证。可是，就是我看到，就是至少吴定啊，他就是很爱这块土地的心这样。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友爱认证，没有别的。
在花莲静浦部落有一位艺术家，在海岸打鼓，在稻田收割，用着坚持的信念，希望让人看见部落土地的价值。不要强占，不要破坏，让美丽的生活地景永远的永续存在。